好，我是小佳。今天的美妆包包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拥有韩剧女星钻石光感的隐形裸妆呢？看现在很多女生都在追求就是裸妆，然后看不出来很清透的妆感，所以像以前那种一面墙啊，或是很厚重的那种妆感，我们现在通通把它丢掉。小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就是这个 SK2 光感焕白 CC 霜，还有 SK2 青春露。那我在使用 CC 霜之前，我会先使用青春露当化妆水打底，那它其实是精华液，但是我都把它当作化妆水使用。那我们就是做底妆的时候，只要用这两罐哦，就不用再使用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就是不需要瓶瓶罐罐，只要这两罐就好。然后我为什么会很喜欢这个 SK2 的光感焕白 CC 霜呢？是因为第一点，它 SPF50+ PA4+，我觉得它防晒系数非常高。那我们天气逐渐转热，太阳越来越大啊，那紫外线越来越强了，所以呢，它呢就非常好用。那还有第二点就是它呢是五合一，那它里面的话有美白的成分，它有 SK2 40%的美白精华，还有浓缩的 Tintera 可以就是持续美白。然后再来呢就是五合一它有防晒、美白、隔离、持久、润色。像一般很多就是主打就是很薄透啊的那种底妆，那它很多就是擦起来就真的是透明的，就非常的透，但是这一款它有润色的效果。那等一下来看看我使用的情形吧。方法一，我们可以先把青春露倒点在手上，然后直接就是轻拍在脸上，这个是最快速的。那它这个的话通常我会是在赶时间的时候才用，然后就是讲拍在脸上，然后往上慢慢拉提，然后眼睛的部分，然后再用手去热敷，就是有温度这样。好，完成。方法二呢是你可以倒一些青春露在化妆棉上，然后你轻轻的先轻轻的擦拭在肌肤上，那我们慢慢的由内而外往上拍。那另外一点也是，还有额头也不要忘记咯。那轻拍后时间比较多的时候，我就是用按压的，然后慢慢敷，按压的慢慢敷在脸上。然后我们可以就敷在比较干的地方，像是下巴呀，或是额头，或是鼻子，就是比较干的地方，脱皮的地方。那我们慢慢让它干掉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就来使用光感焕白 CC 霜。那首先呢，我会先把它挤在手上，然后点在就是几个点，像是额头、脸颊、下巴。那就第一次我先把它推开，我们由内而外慢慢推开。就可以看到它还蛮自然的，我是边拍就是边拍边推。那如果你要使用刷子或海绵的话，其实也都可以。那我自己是习惯用手啦。完成。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妆化完就可以出门了。